Hello， 大家好，我是首尔，只讲生活最真实的恋爱生活，让你少走感情弯路。自古以来啊，邀约都是门艺术，古人请客吃饭都得先送请帖，更别提邀约人家的掌上明珠了。如果邀约方式不正确，那只会让女生觉得你别有用心，从而呢疏远你这个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但如果邀约方式正确了，女生不仅愿意与你一同出行，同时呢对你的信任度与好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这分明是暗示我什么嘛？而想把女生约到自己的家里，那更需要掌握一些方式和方法。因为即使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第一次前往拜访也是需要强大的心理准备的。那下面楚就教给大家如何自然的把女生带回家，让你和她关系从此变得亲密无比。第一个，消除女生戒备心。一般来说啊，女生对男生绝对是有戒备心理的，毕竟你邀请的地方太过于特殊了，在里面万一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他又该如何自保呢？所以啊，你一定要从消除女生的防备心开始入手。消除女生的防备心理又该怎么做呢？关键在于啊，平时的生活中，我们要经常把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现在女生的面前，让女生认识到你的优秀，让她觉得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让她明白你只是单纯的邀请她来自己的家中玩一玩，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他在讲道理。我们可以偶尔的发自己的生活照、运动照、宠物以及家里的伙食饭菜，向她展示一下你积极向上、阳光的生活状态。对于喜欢宠物的女生呢，我们就可以从家里的猫猫狗狗入手，可以在展示自己宠物的同时呢，向女生提出一同出去遛狗啊，或者是出去散步的邀请。两个人可以在此过程中慢慢的熟悉对方，久而久之呢，互相知根知底之后，带女生回家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了。第二个，厨艺展示。三毛曾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的确啊，人要生活，感情自然就离不开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一个人有多爱你，对你的爱都会体现在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上的。一个会为你做饭的男人更是如此。在传统的观念里啊，一些人都信奉女人做饭是天经地义的说法。然而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家庭主妇不再是专属于女人的天职，往往家里有主夫的女生才会更幸福。我要帮她，我一定要帮她。好男人有很多种，但会做饭的男人却是好男人的典范，也会成为很多女生心目中的择偶标准。会做饭的男人不仅仅是家庭中的顶梁柱，更是柴米油盐生活里的大丈夫，是懂得尊重与呵护女人的人。一般这样的男人身上都有一种难以掩盖的好男人的魅力。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可以偶尔拍一些你做的菜发在朋友圈里，并且呢在配文里提示自己愿意为某个人做一辈子饭。哪个女生又能拒绝一个能为你在平凡生活里成就一屋两人三餐四季雅俗共度的人呢？第三个，此事无招胜有招，套路再多呀，却不如动词真情。如果你真的很爱他，如果你连小小的套路和善意的谎言都不舍得在他身上用，那么就拿出你男子汉的气概，诚挚的邀请他来你家做客吧。聊天软件上的文字听不出你的语气，电话里看不到你的表情，见面了却舍不得你走。最好是在一次约会过后，真诚地告诉他你真的舍不得离开他，想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如果女生确实对你有意思，那么她也会很大概率地为你动容，即使今天不跟你回家，也会答应之后会来你家。情到浓时方邀约，男生们要注意使用以上方法时，一定不要过于心急或者是勉强。作为男生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和收放自如的态度，虽然是套路，但也别忘了带上真心，相信在你的攻势下，你的他一定会乖乖跟你回家。世上套路千千万，每一个女生都会为之心动的点也会有所不同，关键啊，看你是否能够发现并且牢牢抓住。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让她倒追你，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